在走往制高点，不用钱的制高点。不用钱的制高点，可以欣赏美景的制高点。是啊，是啊。已经看到后面开阔的感觉了。哦，可以先小小。好，先走了。好，等一下再稍微多走一些。这么大的太阳，念书眼睛不会痛吗？不用钱的阳光。不会痛吗？不会啊。如果是你这样子看书，不会痛吗？不会啊。太亮了吧。正走向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没到我们的目的地，还在。这是站岗的地方，射箭的地方。有没有？哎，这是箭孔。小心！哇，脚踏车骑上来，哎，厉害吗？厉害啊！这种九桃楼。可以爬到上面去。啊。从这边有好车吗？下去，从这边下去，刚好绕一圈就到前面那边。好，或是说你们要从这里下去，其实从右边这样慢慢走下去，你也一定会走到那个广场那边。对对对。我们等一下下来，从那边下去就好了。老婆，我走前面。哦，老婆婆的大屁股，不可以照屁股。不照的，啊，还要拍整个屁股。Yes, just a moment, please. 好。我先去环绕一圈。
It's beautiful, soccer field.